北市长郝龙斌，他台北好好砍，把台北市的树砍不够了，还砍到那个林口森林来哈。那林口森林这总共所有的森林总共包含16公顷，1300棵树。那为了所谓四大运的名义，只有14天的四大运要砍树。那这个预算呢，实际上是还没过关的。这个预算是动用到内政部的国宅基金，也就是所谓的台北市砍树，然后内政部买单。这就为什么呢？看板上有郝龙斌跟李鸿源。计划法里面规定，城市的绿地呢要达到10%。现在我们这一块林地毁了之后，还会达到这样子的标准吗？这个标准不是政府自己定出来的吗？为什么自打嘴巴？为什么把我们的绿地全部都毁掉了？那我们这块林口上面最后一片森林被弄掉之后，我们还符合都市计划法里面10%的绿覆绿的标准吗？基础嘛不好啊，看下无？你熟悉的啦。啊，你安尼莫怪地，咱地球会愈来愈烧热啊！你这地绿地了无？啊，伊拢甲毁毁掉。伊甲毁掉，伊才要盖绿建筑。对啊，伊才要租人，啊，伊嘛是为着伊的利益啊。来盖所有绿建筑，咱地拢森林拢毁毁。啊，森林拢毁毁掉，就是安尼。那嘛是熟悉的啦。结果就把这个老红树这样子截肢了，哦，这样截肢活得了吗？
旁边的那牌子上，它有写树种有编号，上面几月几号是空白的，然后上面核准字号是空白的。反正每一次在移植的时候，像这种他们各个单位会推来推去。好、哦，那我们今天也不为难包商，也不为难工人，但是从前面他们乱砍的时候，我们跟他们制止，我们要求的时候，这一两天就是都没有提出正式的公文，好、哦，没有经过不管是台北市政府要求他们来移，好、哦，这样是一个授权的动工，或者是新北市政府准予他们动工，或是准予移植，或准予任何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。如果他准予他钻探，但是他去砍树，这样也不对。如果他准予他移树啊，但是他跑去做别的工程，倒水泥或什么，这样也不对啊。就像我们自己要自我自己的土地上，我要盖房子，可不可以自己盖房子？那、啊、你就要去市政府要申请一个建造嘛，好、哦，就申请一个核准字号，核准动工，核准什么？选手村的摊，人民不买单。人民不买单，预算未过关，预算未过关，怪手快滚蛋，怪手快滚蛋。另外不在，不是在专案。我问你干嘛？如果要当的话，就要自己拿回来。他如果